天津步开春当户，外婆，大雪节气到了，侬好弄点好吃的么子拨阿拉补补嘞。大雪确实是进补的好辰光，我晓得，衲侪欢喜吃羊肉火锅、羊肉串，对伐？其实除了高蛋白，还要多吃眼橘子、柚子、苹果等维生素含量高的么子，可以防鼻炎、消炎止咳。姐，侬要整天想着吃，亏公白白死嘞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搿首诗描写的就是大雪节气前后的景色。是的，老古话讲，大雪冬之后，荔枝长水勿回流。大雪节气一到，气温明显下降，还会落雨或者落雪。外婆，阿拉老师讲。大雪前后，北方的鸟往南飞，上海的鸟也多起来了。是的，上海是候鸟的栖息地，到上海来过冬的鸟真的不少。阿姐，搿周末可以叫妈妈带阿拉到公园里去看鸟鸟喽。